大家好，我是雷军，小米公司的创始人 CEO， 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让全球的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这是我们小米人的使命。小米是一家以手机、智能硬件和 IoT 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经过八年的奋斗，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的智能手机厂商。我们的 MIUI 手机系统也拥有了 1.9 亿的月活跃用户，我们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IoT 平台，目前呢，连接的智能硬件的数量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在做第一代净化器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一年我从来没有休息过，夜以继日干这个产品。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同类产品3000元、4000元甚至更贵的这个水准，但是雷总最后果断地把它定在了899元，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挺难接受的。净化器一经推出，我们就占到了全中国的销售量的第一位，正是因为有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产品理念，才产生了这样的爆发力。在手机行业，从来没有一家厂商在销量下滑之后还能成功逆转，但是小米做到了。很多人朋友就问我，为什么小米能创造这个奇迹呢？这真的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秉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这个产品观念深入每一个小米的同学的心里。在做产品的时候，核心的部分只要是看得见的肯定都是最完美、绝对没问题的，但是看不见的地方其实我们也使了非常多的劲儿。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坚守。厚道人运气不会太差，其实通俗的说就是傻人有傻福。经常能看到小米在排队，而且好像这个队伍在不断的延长，这个礼拜是这个状态，下个礼拜好像又长了10米，就完全吓到我了。我觉得小米之家真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量的引擎，在这样一个面积之下能产生如此之高的这个营业额，它的坪效想必是非常高的，这在万象天地来讲其他的店铺是不太可能见到的状态。有一个很火的互联网企业在去年拿了 Good Design 全球的设计金奖，这个企业就叫小米。我的朋友圈基本上被刷屏了，甚至有一堆当年不认为小米有那么强的原创设计的设计界的资深人士都开始评论小米，说小米已经有了自己很完整的工业设计的风格，这个风格叫米 look。 以小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的企业已经从中国制造转向了中国设计。小米很多手机其实就发布之后都是超出预期，之前有一个手机有一个 bug 嘛，然后想着去在MIUI论坛提一下，想就是过一周时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当时我就感觉至少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公司，它跟用户不是一锤子买卖，然后就直接被圈粉了，一直走到现在。当时就没什么话什么大的期望的，想着千来蚊子嘛，那数到就得啦，做不到那都没办法自己数回了。咁跟住之後送到嚟啦，覺得超正喎、啊！其實咧，同我出面睇3-4千蚊嗰啲咧，根本就冇分別嘅。個掃地機人之後啦，咁跟住就睇下睇下，就見到哦手環好啱我放狗喎、啊。咁跟住電飯煲啦，電飯煲又可以用個電話去遙控啦。咁跟住仲有小米 cam 啦，我因為我自己有時唔喺屋企嘅時候，又可以遙控入嚟睇啲狗仔喺度做緊咩啊。有時好搞笑，見到佢哋啲嘢。咁跟住慢慢慢慢咧，就發覺越買越多，越買越多喎、啊。跟住之後，不知不覺就覺得原來，哇！我都成為咗一個咁瘋狂嘅米粉喎。小愛同學，在停止打掃。沒問題，掃地機器人暫停。La mayoría de mis amigos les gustan los productos de Xiaomi. Ven algo les digo, ha salido esto. Ah, yo quiero. Hola. Me gusta ser Taiko.Cuando traigo productos para mis amigos o mis hijos, me hace sentir muy bien porque les estoy dando algo, una parte de algo que me gusta a mí y lo comparto con ellos. Ah, bueno, que diga que estoy loco por Xiaomi. Y pata de merco, New Delhi, muy duro, mire, share, almost more than 500 kilometers. Que jana hai Xiaomi que.जो कॉन्फ्रेंस हो रही है न्यू दिल्ली में, वहाँ पे जाना है किसी तरह से, और जैसे यहाँ पे आ रहा था मैं ऑन बाइक,
नए एमआई फैन से मिलूंगा, नए चेहरे देखने को मिलेंगे, फ्रेंड्स बनेंगे, तो बहुत सारी एक्साइटमेंट थी मेरे अंदर। लगा ऐसा कि Xiaomi से मुझे सिर्फ दोस्त नहीं मिले हैं, नई टेक्नोलॉजी मिली है और मुझे बहुत सारा सीखने को मिला है जो सिर्फ Xiaomi की वजह से मुझे मिला है सीखने को। आई लव Xiaomi, प्यार बोल सकते हो, कुछ कनेक्शन ही ऐसा है Xiaomi से।感动人心，价格厚道。我们和价值观相同的创业者一起改变了100多个行业，影响了全球数亿人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的乐趣。厚道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我们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Xiaomi。